道鸡脚里面的酱汁，然后却不影响花生该有的脆感，真的不错。牛肉就觉得很一般啦、中规中矩的，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把牛腱该有的风味跟它的口感做出来，只是说很一般而已，没有什么特别。我觉得那个，因为它虾是现点现炸的，所以它要保持虾子里面该有的水分，不会吃起来会太干或太柴。一般的生抽虾都会是爆炒蛋、葱姜跟那个生抽，而不是直接淋在虾子上面。可能是这里的做法，可能就是为了不让生抽的酱去抢到虾子的鲜甜。皮都处理得很好，没有说一些小细毛跟杂毛。回去的不错，当然该有的鲜度跟嫩度都有，不会让人家吃起来胸是干干柴柴的。那个葱酱啊，不会太过于死咸，像一般广东人在做，他会很死咸，这个不会，他蛮配的。清脆，他们处理食材的时候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粉丝煲我就觉得那个粉丝建议可以换成粗一点的粉条，然后酱汁可以再多一点，那吃起来那个酱汁都吸到酱油的味道，它没有吃到应该有煲的那种香气，差了一截。有可能现在螃蟹不是季节。蛮厚实的，没有那种腥味的，虽然蛮新鲜的。龙胆石斑我觉得口感鲜度都有，只是里面很多的小刺。如果没有去掉的话是没关系，但是要先跟客人讲，就说你没有小刺，吃的时候特别注意。这龙虾的肉蛮 Q 弹的。咖喱龙虾，我觉得味道不错，龙虾也够新鲜。最多余的是这个青蛙肠，长，我觉得饭量太多了，拌也不好拌，然后米饭的该有的鲜香的油脂的味道都没有，跟一般的一些那个煲仔饭的酱汁里面也没有什么风味跟味道。鲍鱼不好切啊，但是表示它够新鲜，因为它比较扎实硬一点。碧龙好像炒得够香，碧龙的话就是等一种风，比如说冬卷，如果丢到鲍鱼上面就觉得浪费了，因为鲍鱼本来是一个很昂贵的食材，结果你用一个碧龙掌这么好吃的东西把它盖掉，就太浪费。它花生的味道有出来，就是汤都煮掉了，用那个清脆的那种清脆的味道，不够清脆，但淮山的味道是有。因为 CP 值是 OK， 应该有到80分，然后服务是有一点点差距的，没有顾到我们这一边，包含一些餐具，然后送菜跟一些做盘子动作是忽略蛮多的部分的。环境卫生跟菜单价格要透明化是我的建议。港式的粉丝煲本来就是做干的、就跟蚂蚁仓鼠一样，就是干的、不可能是湿的、湿的我们就做那个粉丝汤就好了。煲仔饭的话，它就是蓬松的泰国米，焦脆的那个锅巴，大家都知道煲仔饭要吃锅巴吧？你要有锅巴，一定要干啊！我不可能湿湿的出来，那我不就跟稀饭一样？